朝早咧好開心，因為特別 sharp， 等咗好耐呢一日，好想著黃色衫。我終於著到黃色衫啦！今朝歡迎大家啦！見到在座當中都好似有啲新嘅朋友，我哋俾啲掌聲俾新朋友，因為佢哋真係鼓起好大勇氣嘅星期日要翻教會咧。係唔係一咁容易嘅事？我都做過新朋友，第一次翻教會係好驚嘅。咁所以咧，希望你唔係淨係嚟一次，希望以後咧會繼續見到你哋。嗱，咁呢個講道系列咧叫做如有神在啊，即係話咧。如果呢個世界上真係有一個神，就正如好多基督徒所講、所相信嘅，人嘅生命會有啲咩唔同呢？咁嗱，咁呢條題目咧，其實係一條即係都好典型開佈道會嘅題目㗎。即係如果我知道大家咧，可能都去過唔少嘅福音性聚會啊，去過唔少佈道會啦。咁你去過好多呢啲嘅場合咧，你就會聽過好多類似嘅題目。咁所以講呢條題目嘅時候咧，要諗嘅時候咧，其實係好大壓力嘅。即係因為咧，我知道一講呢啲題目咧，台下邊嘅觀眾就會話：，impress me， 睇我仲有咩未聽過。咁所以咧，我好羨慕你啊！今朝早你可以喺台下邊聽嚇、我頭先咧同 Pastor Joshua 講，我話不如咁啦，同你調位啊，你上嚟講，我喺下邊聽啊。佢話黐線啦咁。咁啊，我諗同大部分人一樣啦。其實由細到大喺我成長嘅過程裏面咧，我係真係好少諗神呢樣嘢嘅。唔係因為即係我睇咗好多書，研究完哲學，研究完科學，證實到呢個世界冇神，而只不過咧，即係純粹只係從經驗所得咧。成長就係一個人不斷需要學習去靠自己，即係盡量唔好靠人，唔使人哋幫助嚇。總之咧，簡單嚟到講咧。做人就是自己要執生啦。咁呢樣嘢咧，我由小學嘅時代就已經開始學噶啦。仲記得小學二年級嗰年，有一次同一個同學仔嗌交。咁嗰陣時咧，做小學生咧，嗰個年代啦嚇，就即係純真過而家好多嘅，即係唔似而家咁複雜。咁我哋嗰陣時咧，就大家只係帶住一啲嘅橡筋箍，即係唔同顏色嘅橡筋箍啦嚇。咁翻到學校交換下橡筋箍，咁就已經好開心啊！唔好問我係邊個年代。咁咁嗰一日咧，咁就有個同學就好衰唔衰，就整斷咗我條黃色橡筋。大家知道黃色橡筋對我嚟講係好重要嘅。我叫佢賠，佢又唔賠。咁於是乎，大家拗咗兩嘴之後，我就同我同學講啦。你知唔知道我阿爸其實係校長嚟噶？我同我講黐線啦，我阿爸佢係校監啦。但係佢唔知道我阿爸真係一個校長，只不過唔係呢間學校嘅校長啫。同學講呢句説話就挑起我即係當年啦，仲仍然係好多嘴，仲仍然係好好勝嗰種嘅性格。於是我就決心同佢攣過，我就話啦：我阿爸係港督，切！講得好叻咩？我阿爸係英國首相，你阿爸要同我阿爸述职，係你阿爸姓戴，叫卓爾，仲係一個夫人。我阿爸都係美國總統啦。美國總統係點啊？我阿爸係美國隊長。嗰陣時咧，因為大家都細個啦，唔知道其實隊長係細粒過總統好多。咁啊，咁啊，梗係繼續拗，咁啊，當然就唔會蝕底俾佢啦。我阿爸係蒙面超人。我阿爸是黃小虎，他用電光毒龍轉轉死你。嗰陣時咧，即係嗰個年代啦嚇，即係啲小朋友咧轉台係轉得好快嘅。即係點樣由美國隊長轉到去蒙面超人，轉到去黃小虎咁。咁我覺得我而家係一定跟佢唔到。咁但係當年我係跟到嘅。我就同佢講啦，我話我阿爸係華英雄，佢食得無量神掌。咁當然啦，一出到華英雄之後就已經係頂㗎啦嘛，再上就要上上面㗎啦。咁佢就同我講啦，我阿爸就係玉皇大帝咯，佢識得如來神掌。就係喺嗰一剎那，我忽然間有一個嘅感動。嗱，雖然嗰陣時咧，我仲未信耶穌，我仲未係一個基督徒，但係我已經好有亮光。我就同佢講，玉皇大帝好叻咩？我阿爸是上帝，他识得超级无敌霹雳劲爆九阴白骨乾坤大挪移。
當我一講呢個超級無敵霹靂勁爆九陰白骨乾坤大挪移之後，果然我呢個同學就耷耷頭咁樣好無人咁樣行咗翻埋位。正當我預備同全班，我企喺個班房中間，正當準備同呢個全班嚟到去宣告我勝利嘅時候，忽然間我就感覺到我嘅右耳一片刺熱。原來唔知咩時間，王 Sir 已經行咗入嚟，企咗喺我嘅後邊，用佢殺人不見血嘅絕技，就係扭耳珠。嗱，嗰個年代咧，大家可能唔知道，曾經有一個年代咧，香港嘅老師咧係可以體罰嘅。佢哋用各種唔同嘅方法，我有啲老師會用乒乓波板嚟到打屁股，係真嘅，我都試過。仲有啲咧係可以用鐵尺嚟到打手板，我亦都試過。而王 Sir 嘅絕技就係將你嘅耳珠扭到反轉再反轉。王 Sir 一手扭住我的耳仔，一手在我的书台上面拿住我本的手册，然之后在本手册上面，我好记得他拿了一支红笔，好刚劲咁样嚟到写超级无敌霹雳劲爆九阴白骨乾坤大拿耳。他写完呢17个大字之后，他放开我的耳仔跟我讲，你抄500次之後，叫你阿爸嚟見我。咁當然大家都估到啦，上帝係冇去見王 Sir 嘅。不過真嗰個阿爸就去咗。大家諗下，堂堂一個方校長，攞住一本咁樣嘅手冊去見一個小學老師，後果當然就係翻屋企再打多鑊。經過呢件事之後，我好 bitter， 我好 bitter 咁樣問上帝：上帝，點解做人要有耳珠？女人有耳珠，因為佢哋要戴耳環，我係接受到。但係堂堂一個男子漢，要耳珠嚟做乜嘢？我亦都好 bitter， 王 Sir， 王 Sir。依間明明係基督教小學，點解當我話上帝好打過玉皇大帝嘅時候，你唔撐我？我更加 bitter 嘅就係我老豆。我唔係好 proud of 我老豆係一個校長嚟嘅咩？點解翻屋企仲要打多鑊呢？自從嗰一次開始，我就有意識人其實係需要靠自己嘅呢樣嘢咧。我由小學一路學到上中學，一路上到高中嘅時候咧，又進入一個新嘅境界。我嗰陣時咧喺高中咧，父母因為想開始鋪路，話為我入大學，咁於是咧，佢哋就送咗我去英國一個小鎮，一間叫做 Queen's College 好勁嘅寄宿學校嗰度讀書。嗱，嗰陣時咧，香港仲係即係殖民地時代啦。咁所以咧，即係啲人好中意送啲子弟咧去英國留學嘅，咁啊留完學翻香港就好吃香噶啦。咁我記得我一個人離鄉別井嚟到一間一個人都唔識嘅寄宿學校啊。咁但係咧嗰陣時咧係即係唔怕嘅喎，即係一滴眼淚都冇流過，完全唔會掛住屋企嘅。咁我仲記得咧，第一晚即係望住天花板，即係喺個宿舍裏面，即係諗起啊，聽日唔知點諗。咁但係咧嗰陣時個心態都係，唉，煮到嚟就食啦咁。咁我記得即係大概一個星期到啦，咁我就認識咗一班香港嘅同學，咁佢就開始即係會帶我去即係我哋住喺一個高層嘅宿舍啦，咁就即係上去二樓啊，上去三樓啊，咁啊識下啲高班嘅同學仔咁樣樣。咁我記得咧。有一幕咧係印象好深刻嘅，即係話説咧，我去到一個廁所，即係浴室啦嚇，即係嗰個寄宿學校啦，即係咁有個廁所咁。咁咧我就見到咧係廁所隔離嗰幅牆上邊咧係有一個咁大個嘅餅印，而喺呢啲嘅餅印嘅側邊咧係有4個嘅深入去嘅窿仔。咁我初初就咁行過，我覺得好好奇，咁我就即係行埋啲睇一睇啦。原來每一個呢啲嘅餅印咧，
都是一个权印来的。我望着这些权印，我心里面在思量，试问当今之世，除了 The Hulk 之外，还有哪个能够打拳打得这么劲抽的呢？于是同学就跟我解释了，在这间学校里面最好打的那两个中国同学，一个就叫做高里，一个就叫做肥尖。高里就是练腿法的，肥尖就是练拳的，迟些介绍你认识。我望着这些拳印，我心里面是充满着疑惑的，即到底怎样出拳才可以在一幅石屎墙上面留下一个这么深的拳印呢？即据我一些很常理的想法，就是其实要留下一个这样的拳印，起码都要扎下马啦，扭个腰啦，然后借势出拳才可以有这么大的力度的。但是呢，那时即那个的厕所其实呢那外面那里冷巷来的，就是很窄的，其实窄过现在这里的，其实差不多是这么窄窄到。那怎样可以借势出到拳这么劲的呢？那我心里面即仍然还在疑惑。那同学呢就见到我一个这么的神情呢，他就跟我说了，他跟我说了两个字，这两个字叫做寸劲。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寸劲啊？寸劲就是李小龙所创，能够在极短的距离之内发力，透过突然间收紧全身的肌肉而爆发出惊人的爆炸力。我终于知道这间为什么叫做名校，因为里面真是卧虎藏龙。大概一个星期之后，有一晚吃完饭无所事事，我就上楼上去找一个同学啦。咁我找到呢个同学，同佢坐喺间房倾偈嘅时候啦，嗰次呢係我第一次遇到肥尖，嗰晚係一晚不生难忘嘅经验。话说我坐喺个宿舍里面，嗰间房里面同个同学喺度倾偈，咁啊突然之间道门砰一声打开咗，这个大踏步行入嚟嘅同学话俾我知就係肥尖。於是乎，我梗係企起身，伸出隻手想同對方握手，對方亦都伸出佢嘅手想同我握手。正當我哋兩個人一雙手正要觸碰嘅一剎那，肥尖隻手忽然間變成一個拳頭，然之後佢就一錘抽落我心口度。嗰一拳係我人生有史以來食過最痛嘅一拳，因為呢一拳係打中我嘅雞心。即是说正正是腹肌之上这个的位置。当时我就是痛到踎了在这里乱低身，我讲不到嘢，眼泪水都飙埋，我只能够用一个眼神望着肥尖这样问他，我又不识你，你做什么无端端打我？但我真的讲不到嘢，因为实在是太痛了，我只能够踎在这里。肥尖侧一侧头望下我，他见到我面上面痛苦的神情，眼泪水都飙埋咁嘅样，佢似乎有啲concern。于是乎，佢再大踏步行埋嚟，一手抽起我，然之后佢同我讲：靓仔扮嘢啊！嗱，一锤短距离之内再发多锤，又打中我嘅鸡心。我直情系成个瞓咗喺度，挛咗喺度，讲唔到嘢，好痛苦咁样抽搐。之但系喺嗰一刹那咧，我真系心里边谂到一样嘢，就系原来过去喺功夫片睇到嗰啲人中咗拳之后会呕一大劈出血出嚟嗰个情景咧，系假噶。中拳之后系唔会吐血，只会吐泡。我好辛苦咁样扶住起身。扶起身企定定之后，我行返出出边，扶住条楼梯，一步一步咁样行返落楼下，终于可以行返去自己间房。我行返入自己间房之后，我就嬲住块被一个人喺度喊。我喺房里面喊咗大概半个钟头到啦。咁我就忽然间有个问题问自己，其实你喊嚟做咩呢？你喊俾边个听呢？阿爸阿妈又唔喺度，呢间学校你一个人都唔识，你喊俾边个听啊？于是乎，
我從床上面坐翻起身，企翻落地下。嗰一朝早，我做咗一個嘅決定，我決定從今日起，我要苦練寸勁。於是乎，我每一日都做掌上壓、舉啞鈴、拉彈弓。掌上壓、舉啞鈴、拉彈弓，大家見到我咁純熟就知道我真係 practice 過。喺嗰個年代係我最 fit 嘅年代，因為我真係有胸肌、有腹肌、有背肌，而且我真係識得寸勁，因為我知道，即使我阿爸係華英雄，佢都唔會救到我。唯一救自己嘅方法就係我成為華英雄。去到大學嘅時代，中學嘅時代練到好 fit 啦，大學嘅時代啦，就係、是、一個徹底地完成練習。做人是要靠自己这个的功课。我在大学呢识到一班的朋友，其中一个很好的朋友呢叫做 Andy。大学的第一年呢，其实我们已经是很好的同学了。我们一起住在同一间的宿舍，很多东西呢大家都可以 share 的。除了即因为我们即係住喺隔離房啦，咁所以我哋除咗 share 餐飯之外，我哋嘅衫係可以 share 嘅，因為我哋嘅身形係好相近。我哋嘅車係可以 share 嘅，我哋嘅蘇跑都可以 share 嘅，甚至乎我哋嘅底記都係可以 share 嘅。嗱，大家唔好驚動住，喺呢度其實我係用緊一個文學嘅手法，叫做誇張法。我嘅意思係我哋 friend 到一個地步咧。連底記都可以 share， 不過就唔代表我哋真係有 share 過。嗱，呢個你要明白啊。總之，我嘅意思就係我哋一直都係好朋友，直到有一日有一件事情發生咗咧，終於就大家都知道原來唔係所有嘢都可以 share 嘅。咁就話說啦，同學會就搞咗一個波，搞咗一個嘅 party。咁有個同學就帶咗佢嘅妹妹翻嚟，哇！我一見到呢個女仔，我的心直情係跳咗出嚟，我完全被佢一動一靜嚟到去吸引住我。只不過當我轉頭掃過去望一望 Andy 嘅時候，我知道今次大件事啦。我正當我同 Andy 四目相投之際，我哋眼望眼嘅時候，喺我心裏邊不其然就出現咗一句蕩氣迴腸嘅説話。情與義，直千金，刀山去地獄去又何憾？在我腦海裏面出現過一個很大的掙扎，幾乎整整一秒鐘。我曾經閃過一個嘅念頭，叫做相讓。不過我對腳同我講：你傻嘅咩？於是乎，我兩步路幾乎同 Andy 同一時間就走咗去個女仔嘅側邊。於是乎，一場關乎我哋人生幸福嘅大戰就喺嗰一剎那開始。不過長話短說啦，經過兩個月嘅龍爭虎鬥之後 ，end up 我係冇贏到 ，Andy 亦都冇輸到。嗰一晚，當 Andy 拖住呢個女仔嘅手，向眾人嚟到去表示，其實佢哋已經開始緊啦。我一個人靜靜地翻入房，又是冚住被，眼濕濕咁樣流淚。我學到一個好重要嘅功課，我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呢個功課就係。男人是靠不住的，即使这个男人曾经跟你分享过他的车、他的苏跑、他的衣服甚至他的底裤，只要他是一个男人，他就是靠不住。于是乎，我心里面好鼓起一份很大的勇气，一份很不抵得、很不 satisfy 的感觉，我决定我要追过第二个。那我真的追到第二个的。跟住下来那段感情呢，我告诉你是真的改写了我人生的历史。因为我终于发现恋爱
真係盲目的。我同呢個女仔拍咗拖咁耐，就拗咗交咁耐，終於到最後我哋都係頂唔順大家，於是乎分手。好啦，於是乎咧呢、這個 lesson 就 complete 啦。由小學到中學到大學，我不停地學緊一樣嘢，終於我覺得我學咗噶啦。人生最重要嘅功課就係喺呢個世界上係冇人靠得住，冇人可以幫到你，唯一嘅方法就係要靠自己。因此喺呢一個成長背景底下咧，如果我講翻俾你知啦，即係我有一次嘅經歷咧，可以話係即係一個好 exceptional 嘅經歷嘅，就係喺我大學嘅第三年，有一次同學帶我翻教會，咁啊嗰陣時咧。講緊一個講道系列，就係、是、講出埃及記。啊，我唔知道你有冇聽過咧，即、就、係、是、摩西啦，啊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嘅故事啊。摩西帶住以色列人經過紅海，從對面岸嗰度上翻嚟，咁啊，然之後就即係、就是、海水翻翻埋，淹沒曬所有嚟追趕嘅埃及人啦。咁有冇聽過呢個故事噶？即係大家唔好扮唔識喎，啊呢啲即係冇翻過教會嘅人都應該識嘅故事咧，叫做常識。OK， 大家唔好扮冇常識。嗱，點解有個咁嘅故事咧？個典故係乜嘢咧？咁咁牧師就話啦，原來咧當年咧嚇、啊，即係以色列人咧，其實係喺埃及嗰度即係做奴隸嘅。咁咁埃及人咧就逼佢哋做苦工。咁聖經就話咧，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哀求嘆息，他們的哀聲點樣啊？達於上帝，咁我第一個反應嘅就係乜得嘅咩？嚇、牧師一路講落去喎，佢話上帝聽見佢哋嘅哀聲，上帝看顧以色列人，也知道他們的苦情。乜呢個世界上嘅人，當佢哋向天嚟到去呼喊嘅時候，個天係聽到佢哋嘅咩？啊，我覺得好 interesting， 我真係好想聽落去睇下佢講乜嘢。咁、故事講落去咧，就話説咧呢、這個摩西咧。本來咧就喺個曠野嗰度係放羊嘅，咁大家都知道啦。曠野就係一個渺無人煙嘅地方，放羊其實係一樣悶到爆嘅工作。咁摩西喺個曠野度看緊羊，咁神就嚟呼召佢啦，就嗌佢咧去埃及帶領幾百萬嘅以色列人離開嗰度。上帝就咁樣同摩西講：摩西，摩西。我的百姓以色列人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核制所发的哀声，我亦都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我第一次聽到呢幾句說話嘅時候咧，我直情係覺得 shocking， 即係 shocking 啊！即係你特別係留意一下呢句句子裏邊嗰幾個嘅動詞啊，即係咧人嘅困苦我係看見，佢哋嘅哀聲我係聽到，佢哋嘅痛苦我明白，仲要唔單止。是个天睇到，唔单止个天听到，唔单止个天明白人嘅苦情。佢话我下来是要救他们。即系大家明唔明白呢句说话个意义喺边度啊？你真明唔明白呢句说话个意义有几重大？我今朝早真系无论如何点都要俾你睇到呢句说话嘅意义有几重大。我講個故事俾你聽，我講個故事去 illustrate 下。嗱，呢個係真人真事，係真係最近先發生，唔係咸豐年前啦。最近發生喺我身上嘅。話說我屋企隔離有個地盤喺度起緊間屋，咁啊有一日咁我放工揸車翻屋企，我泊低架車行落車嘅時候，我就見到啊唔係啊嘛，我屋企門前面咧有條溝渠嘅。咁呢條溝渠咧，就有幅護土牆喺度擋住、保護住個溝渠。我見到咧，幅護土牆咧係成幅冧咗落嚟。咁我知道，唉，即係梗係隔離啲人喺度起樓，因為隔離咧就喺度整緊佢哋嗰條溝渠。咁梗係嗰啲嘅鏟泥車唔小心就發咗過嚟，咁就發冧咗我個溝渠啦。咁我梗係走過去隔離揾個承建商嚟到交涉啦。
咁承建商又扮曬嘢啦，又話唔關佢事啦，咁又話：，誒、哎、最近落緊咁大雨，啲雨淋落嚟沖冧咗你個溝球嗰個護土牆咁。我心諗搞錯啊！我個護土牆石屎做嘅，幾噸重，落雨可以整冧佢。咁 anyway， 總之佢就話唔關佢事啦，啊，即係呢啲嘢我搞唔到㗎，我唔可以掂你個溝渠㗎，呢啲嘢係要業主自己同 city 嚟到交涉㗎咁。咁好啦，咁冇辦法啦，咁我就專程有一日早啲放工，走去 city hall 度查詢啦。咁我就去到見到個櫃枱前面嗰個職員，咁我就將好即係好詳細咁樣同佢交代成件事嘅始末啦。咁職員又好耐心咁樣聽我講啦，咁聽咗五分鐘之後，咁佢就喺張攞咗張紙出嚟，咁佢喺上面咧寫咗幾個 number， 咁然之後咧佢就好微笑咁同我講：嗱，先生，你打呢一個嘅電話俾公務部，我相信公務部嘅職員咧係可以幫到你嘅。咁我攞住張紙真係有啲不爽，即係我而家面對面同你交涉，你咁樣都唔幫我，你要我喺 city 打個電話俾某一個部門嚟到去傾。咁好啦，冇辦法啦，咁我就當場就喺翻 City Hall， 我就攞住我嘅手提電話，我就打佢嗰個電話啦。咁我又同對方即係解釋一大輪啦，就話嗱，我屋企嘅情況係咁，咁對方又好耐心咁聽我講啦。咁講完一大輪之後，對方就答我啦，佢話：先生啊，我諗你可能打錯電話，我哋唔係公務部啊，啊不如咁啊，我幫你撥個電話俾公務部嘅同事嚇咁。咁於是乎又駁咗第二條線，咁於是乎我第三次解釋我屋企嘅情況啦。今次對方俾我嘅答案就係、是：先生，呢度雖然係公務部，不過你單 case 我哋幫你唔到，不如我幫你駁去另一個幫到你嘅部門啦。咁啊，我心諗 whatever 啦。於是乎佢就駁咗去下一個部門。咁我聽住電話響咗幾下，咁響咗幾下之後，忽然間嘟一聲之後咧。全部靜曬喎，心諗唔係啊嘛，你而家斷線喺嗰剎那，我直情有啲想死嘅感覺。之但係，我係一個好堅持嘅人，於是我又重新由第一個電話打過入去，解釋一次，駁去第二個電話，再解釋多一次，再駁去第三個電話。嗱，呢個咧應該係嗰個正確嘅部門嘅啦。於是乎，我拎住我嘅手提電話。低頭祈禱，千祈唔好斷線，千祈唔好斷線。感謝主，真係冇斷線。我本來啱啱想出聲嘅時候，對方就已經先開聲啦。佢就話：呢個係電話錄音，請你留低你嘅問題。由於我哋工作量繁重，未必能夠即刻處理到閣下嘅個案。如果等咗三個星期之後，仍然未有人接洽到你嘅話，請再嘗試打呢個電話同我哋接洽。多謝。我聽完呢個電話，我告訴你，如果外面有條溝渠的話，我是會即刻跳下去的。我真的很想看看，如果有個死人塞住條溝渠，使不使等三個禮拜才處理到？不過當然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知道這裡是加拿大來的嘛，跟政府交涉得出一個這樣的結果是很正常。當你有困難的時候求助無門，這個是人生常態來的嘛。你知道嗎？我那陣子我真的發過這樣的夢，就是呢發夢電話響，是一把中年男人的聲音、早晨啊，方先生 Steven 啊、你的投訴呢我已經聽到了，我就真的去過你家那裡來去視察過，咁我而家完全明白你嘅困難啊！咁所以咧，我特登打個電話俾你聽咧，話俾你知咧，我而家係正式會處理你個個案嘅。哦，係啊，我就確實真係打個電話去政府度嘅。係咧 ，Stephen， 請問而家係邊個政府部門處理緊呢單 case 啊？啊，唔好意思啊，方生，頭先冇介紹啊，我係哈珀，哈珀總理咧。我特登打電話嚟跟進你個個案嘅。各位朋友，喺現實世界裏面係唔會咁發生嘅咯，因為呢度係加拿大嚟噶嘛。你就明白出埃及記嘅故事有幾 shocking 啊！
你有事嘅時候，美國總統係唔會打電話俾你，加拿大嘅總理係唔會打電話俾你。不過喺出埃及記呢、這個創造宇宙萬物嘅神，而家打電話俾你，佢話俾你聽：我聽到，我睇到，我明白你嘅苦情，我而家要親自嚟拯救你。當年呢句説話係徹底震撼我。你想象一下。如果是真的话，如有神在，基督教所讲的上帝是一个明白人困苦的上帝，乜世界上真的有个这样的神吗？我真的很想知道是不是真有其神啊。神呼召摩西，摩西，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带我的百姓从埃及地出来。你估摩西怎么答他？很難估的，所以我講少少摩西的背景俾你知道。摩西呢，其實是一個在埃及長大的人嚟嘅。In fact 咧，佢喺埃及的皇宮裏邊長大。In fact 佢其實是一個埃及的王子。摩西的身世咧係有啲複雜嘅，啊，佢出生喺一個以色列嘅家庭。不過咧，可能因為佢個樣子生得 Q 啦。就被一個埃及的公主收入宮做養子。有一天呢，這個王子就見到有一個埃及人在這欺負一個以色列人，即是他自己的同胞。於是乎摩西就很看不過眼，於是他就走過去伸張正義來出手相救這個以色列人。都不得止，他見周圍沒有人，他就索性殺埋個埃及人。誰知這件事被人揭發了，官府要通緝他，法老要殺他，於是他就被迫放棄皇宮裏面他有的權勢和地位，他於是乎隻身逃亡。摩西逃亡的時候呢40歲，他一路走穿山越嶺，就來到一個曠野，由一個王子搖身一變變成一個牧羊人，就在個曠野裡生活了40年。摩西今年80歲，這40年曠野的生涯呢，將所有嘢都磨曬，以前乜嘢嘅宏圖大志磨曬，乜嘢嘅民族大義磨曬。大家知唔知道摩西其實有個花名叫做磨曬？響曠野，摩西成為咗一個徹頭徹尾嘅加拿大人。點解咁講呢？三個字 ：cynical， 對世情冷嘲熱諷。對一切無動於衷，加拿大人就是習慣 cynical。 當你經過7重轉折之後，終於能夠駁通了一個小小的部門，留下了一個電話錄音，然後他告訴你，如果3個禮拜之後沒有人接觸你的，你可以再打個電話進來同個電話錄音跟進，你可以有什麼反應呢？人生不如意之事10常8 9，求助無門是人生的常態嚟噶嘛。嗰日我由 City Hall 出嚟，我揸車翻屋企，我一路聽住收音機，我聽到一個廣告，我聽完呢個廣告之後咧，令我茅塞頓開。廣告嘅效力有時真係好 powerful。有個老公一路吹住口哨咁翻屋企。個老婆就問啦：老公，做咩今日咁早放工嘅？撞咗車啊嘛！嚇、啊，撞車你仲咁開心？唔緊要，我揾咗個 superhero 同我搞掂。有冇聽過呢個告白啊？我成日諗嚟諗去啊，到底邊個 superhero 整車嘅咧？我嗰日聽完呢個廣告咧，即係令我領悟出一個人生嘅道理出嚟喎。於是乎，我落車翻屋企，即刻就揾我太太。老公，做咩今日咁早放工嘅？冇，我头先去咗 City Hall， 经过7重转接之后，揾到正確嘅部门，留低咗一个电话录音。吓，咁你仲咁开心嘅？老婆，你知唔知道我哋今年交咗几多地税啊？而家乜嘢都抵翻啦！我今日一次过惊动咗4个部门、7个嘅职员，用咗几乎1粒鐘嘅时间，留低咗一个电话录音。佢話俾我知，如果3個星期之內冇答覆嘅話，我還可以入去跟進多一次。乜嘢地税都抵翻啊！
各位朋友，在加拿大生活过的人就知道，求助无门是人生的常态来的嘛。于是乎，你唯有变得很 cynical， 对世情冷嘲热讽，无动于衷。是这样的咯，很出奇啊。经过七重转接之后，对方还在列治文，就是奇迹咯。上次我打入去博了两站，已经去了孟加拉啦。40年抗野的生涯，就将摩西打造成为一个很坚强的加拿大人。神同摩西说，我打发你将我的百姓救出来。摩西怎么回答他？上帝，乜你咁睇得起在下？ Who am I？ 我系边个啫？我能够救到你嘅百姓，在下何德何能呢？摩西咁嘅反应都系好正常嘅。上次救一个以色列人，就已经累到佢身败名裂，赔上咗40年嘅光阴。今次仲话要救一个民族，咁咪赔40世都唔够。Who am I？上帝怎么回答他呢？上帝的答法呢，是我们这些加拿大人是没办法明白的。不用怕，我会与你同在。即是呢，哈柏总理现在打电话来跟我说，方生，不用怕，我会与你同在的。是我这个小小的加拿大人，小小的脑袋是 comprehend 不到的，想爆脑的了，因为是反常态嘛。摩西小小的脑袋转一转，他就跟上帝说了，即是这样啊，上帝，即使我现在愿意去，我见到那些人，我告诉他，现在神叫我来带你出埃及，那些人都会问的，那你的神叫什么名字啊？你的神无端端叫你来，那你说说他是谁才行？喂，那人家这样问的时候，我都不懂答的。摩西在这里做什么呢？其实他都是做一些很 cynical 的事的。上帝，那你又是什么水啊？ Who are you？ 救几百万人离开埃及你得吗？ Who are you？ 你有没有留意呢，就是 cynical 的人经常都是这样说的，即是所有的句子呢，文法上明明是一条问题来的，但实际上是一句句子在这里嘲讽着东西。 Who am I？文法上是一条问题，明明有个问号在这里，但实际上它其实在自嘲着。Who are you？ 文法上是一条问题，明明有个问号在这里，但实际上它在串着别人。加拿大人就是这样的，好像问着东西，但其实它是讲着东西。好像讲着东西的时候，明明它是问着东西的，就是这样。好像譬如说 It's such 即初初移民来加拿大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 confused 的，即到底你在问紧嘢啊，定系讲紧嘢咧？我真系唔知道，我又唔知道应唔应该答佢，应该点样答佢咧？嗱，咁当然啦，后来咧，我 settle down， 我自己都入籍，我都做咗一个加拿大人。咁我就明白到一样嘢，其实你系唔使答佢嘅，你问翻佢转头就得噶啦。Yeah， it's so cheap， eh？ 摩西同上帝讲：上帝，你系乜水啊 ？Who are you？ 上帝答佢。我咪就係我咯，我就係嗰個一直與你同在嘅上帝啊！我係嗰個同以色列人嘅祖宗阿伯拉罕、以撒、雅各同在嘅上帝啊！如果有人問你，你咪話我係嗰個一直與你哋同在嘅神，而家差你嚟咁就得噶啦。呢個答案咧，係真係好不摩西。佢諗翻起佢自己喺40年來曠野嘅生涯嘅時候。当年只是为了救一个的以色列人，就搞到现在这样样。那40年前你又不说，40年前我救过以色列人的时候，你又不说与我同在。现在我80岁，40年在旷野，你在哪里？我80岁，你先叫我带个民族出埃及，上帝你玩嘢啊？那当然啦，摩西就不是那么直接的，他转个弯这样跟上帝说，上帝啊，即我老了，我眼又看不到，行动又不方便，还有其实我踢你根的，我讲嘢讲得不清楚的，啲埃及话我都不记得了。
上帝就跟摩西说，摩西啊，你去吧，你对脚我做的，我会与你对脚同在，你眼睛我做的，我会与你的眼睛同在，你黐脷根的话，我将句子塞入你的口，只要你肯开口，字就会跌出来， OK？ 你能够想象到 The God of the Universe， 统管万有的上帝下来邀请你加入跟他同工，即是你想象一下，奥巴马现在打电话来，不用怕 Uber，我已经派了海炮突击队做你前锋，海军战队做你护卫，还有联邦储备局做你强大后盾，无限量印银纸支持你，我会每一日打电话给你，只要你肯去就得了。你能不能够想象到，知不知道摩西怎样答上帝？你会怎样答上帝？好，我就舍命陪君子，先收你答文字。你会咁答，好明显，因为你仲未曾磨晒，系咪？磨晒咁样回答上帝，上帝，算罢啦，你不如揾第二个啦。我真系好中意睇圣经噶，因为圣经系好刻画到人性噶。算罢啦，上帝，我真系化啦。我话知你真又好，假又好，正又好，邪又好，坚又好，流又好啦，唔关我事啦，你过主啦，揾第二个啦，好 interesting。即系我哋成日觉得摩西系好犀利噶，但系以色列一个民族英雄嚟噶，即系带住几百万人过红海，经过旷野，最后进入巴勒斯坦地。国父级的人物来的，摩西应该是一个英勇有谋略的人，但估不到这个老人家是带着一个这么沉重的包袱，有过一段这样的过去。今早上呢，我想提出一个想法给大家，一个给你一个 proposition。 我明白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常八九，求助无门是人生的常态。你不会期望美国总统会有一天来 call 你，不会期望加拿大总理会答应与你同在。不过 what if， 如果是真的，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跟你说，他说我会与你同在，我的名字就是与你同在，我创造你，我是不会撇弃你，我会用永远的爱去爱你。 What if 这件事是真的？到底是不是真有其事的呢？我想最后讲多一个故事，讲完这个故事就完。摩西其实有一段鲜为人知的过去，就是关于他的出世。话说当年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埃及人因为怕以色列人人口暴涨，万一他们叛乱起来的时候制服他们不住，于是有一天埃及的皇帝就下了一个格杀令，就是将所有刚刚出世的以色列人的 BB， 如果是女的就可以留下，如果是男的全部要扔下河那里浸死。摩西呢，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年代，在一个这样的时势来到出生。摩西出生于一个以色列人的家庭，出了世之后，妈妈见到他肥肥白白，真的很不舍得，就这样将他扔下河。于是乎呢，偷偷地呢就将他收埋了一个厨房，养了他三个月。那这个 BB 呢就越臭越大啦，小个的时候什么声都没有，是吧？但是现在吃奶的嘛，三个月之后把声就可以喊到拆天的了。那如果他喊一喊惊动了隔离的埃及人的话，到时捉了他不得止，分分钟抄家的。於是媽媽想了一個求全之道，是生是死由個天去決定。於是媽媽去了河邊，用了一些長在河邊的蒲草呢，就織了一個籃，就將個 BB 放在一個籃裡，然後她將個籃呢放在河的蘆葦叢的草叢中間，
咁嚴格嚟講咧，其實佢係奉公守法嘅嚇。雖然即係話要抌落河，但係冇話過唔俾先擺落個籃度再抌落河。咁於是乎個籃就擺咗 B B 啦，咁就爸媽就同佢告別啦。咁媽媽就冇勇氣再睇落去啦，自己翻咗屋企咁。咁就留低咗個女喺個河邊度睇下上天咧，會點樣安排呢個孩子嘅命運。咁咁啱冇幾遠咧，就有個女人帶咗成班嘅仆婢嚟到，咁準備咧喺河邊嗰度沖涼。咁以前咧屋企冇 shower 嘅，所以要洗澡就要嚟河邊。喂，點解嗰邊有個籃喺度嘅？咁於是吩咐啲下人攞個籃過嚟啦。一打開，哎呀，有個好 Q 嘅 B B 喺裏邊喎。咁個 B B 仲要配合喊兩聲喎。咁於是乎個女人就心都軟曬，就覺得個 B B 好慘。咁個 B B 嘅家姐咧，遙遠就望到咧呢個女人咧，即係好似好中意個 B。於是乎佢就大膽走過嚟同呢個埃及女人講啦：姐姐啊，你同個 B 咁有緣。不如我幫你去以色列嗰度揾個奶媽，就幫你湊大個 B 啊咁。咁呢個女人就好開心啦。咁於是乎家姐就即刻跑翻屋企，就嗌阿媽出嚟。咁阿媽咧仲喺個牀嗰度喊緊。咁個女一路拉住阿媽嚟到河邊，就見到咧呢個埃及女人咧好小心咁抱住自己個 B 交翻喺自己嘅手上，然之後仲同佢講：呢位阿嬸啊，勞煩你幫我餵奶湊大呢個 B 啦，我會俾翻錢你噶。到你湊大佢戒咗奶之後，我就會接佢入皇宮噶啦。Turn out， 原來呢個埃及女人就係法老個女，係埃及嘅公主。於是者媽媽抱住個 B， 歡天喜地咁翻屋企餵大佢，豐衣足食，戒咗奶先至將佢送入皇宮。這個孩子就做咗埃及公主嘅养子，成为咗埃及嘅王子。世事就係咁奇妙，如有神在，看似好反常理，但係有啲事情发生却係唔到你唔相信。公主好开心收咗呢个养子，佢帮呢个孩子改咗个名，叫做摩西。摩西嘅意思当然唔係摩西咁解啦，摩西的名字的意思就是我将他从水里面救出来的意思。这个女人将他从水里面救出来，给他的名字叫做摩西。摩西花了半生人去憎恨他自己的名字。为什么要救我上来？为什么要带我入皇宫？为什么要赶我来到旷野？为什么足足问了40年？不过当然问埋这些钻牛角尖的问题是没人可以答到你的。直到有一天，摩西这个80岁的老人家带着几百万的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到红海的边缘，以为就是绝路一条，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上帝那个答应同他同在的神赫然将红海分开，摩西带着以色列人行到海中心，经过海底，从对面岸上回来。他们望回转头来到去回望的时候，红海的海水又合回来，淹没了所有来追赶他们埃及人的军兵。直到这一刻，摩西心里面先忽然有一份明白，做了80年人，他先终于明白自己的名是为什么从水里面将他们救出来。 His life makes sense for the first time， 他第一次体会自己生存的意义。 He was born for this day，他是为了这一天而生。这么多年来三番四次性命得以被保存，原来是为了这一天，为了上帝要拯救他的子民离开苦难，带他们去到一个美好的地方。40年的怨恨仿佛就是沉了在海底，从水里面上来的那个已经是一个新人。如有神在，如果是真的话，如果是真有其神的话，是一定会彻底改变你的人生。即使你以为
一切都已经磨晒。如有神在，生命是还有数不尽的可能性。让我们低头，我们同心祈祷。主啊，我们心里面有你的时候，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到那一份的开心，那一份的平安，不是因为周围的东西，周围这个世界很 make sense， 而是我们每一天都可以 keep in touch with 你，而你是 make sense。 我为着在座当中在这里思量着，在这里寻找着，在这里很想认识你的人来到祷告。上帝，我真的求，我先求你无条件让我们今天可以经历到你的实在，经历到心里面有一份自己都解释不到的喜乐，解释不到的平安。因为今朝早他们尝试 put a little bit of faith in you。 上帝，我们多谢你，多谢你今朝早与我们同在，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